妈，本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，我是不想跟你说这些的。虽然是淑敏主动提出离婚的，但是我相信她是爱我的。你知道吗？你生病的这段时间，她都想把自己的肾换给你。我知道她这么做。 只是因为他觉得经历了那么多事儿之后，他给不了我安全感。那他跟你离婚，是希望你跟何少勇在一起？应该是。那你放得下淑敏吗？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 爸爸，小婉，现在都因为我们没有地方住。妈，您知道吗？少勇的爸爸是因为我变成植物人，在床上躺了6年了。为什么我总是给大家带来这么大伤害？小亚，妈以前。 一心想让你嫁个有钱人，以为这样了，你就可以幸福快乐了。可是妈错了。当你跟淑敏开始的时候，妈妈又错了。妈妈被金钱蒙住了眼睛，给大家带来了很多麻烦。小雅。 你知道吗？事实证明，你的眼光比妈好。像淑敏这样的男人，以及他们这个家庭，是所有亿万富翁都比不上的。你可不能轻易的放弃。 该怎么办呀？由于你的长期拖欠，又是这2个月近期又没有还款，按规定我们将收走你的车子。您再给我一个月，拜托就一个月，我一定会还清的。不好意思。 这样的话，你已经收过很多次了。由于你的延迟还款，你的信用额度现在已经下降了很低。我们将按照规定办事，拍卖你的车子，扣完银行所欠的款以后，剩余的钱我们会打在你的卡上。到时候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。我告诉你，我下个月就要结婚了，你知不知道我未婚夫是谁？是亚勇酒店的老板。 所以到时候还你这些钱不是小事儿吗？对不起，我只是执行者，这些事情我也做不了主。当然了，等你结婚以后，这辆车你也看不上了，你的先生会给你买一个更好的车送给你，不是吗？对不起了，丽娜小姐，我只能把车先开走了。你走吧。 等一下，老太太，我对不起老周家。 这份情，我这辈子可能都还不上了。说什么呢？咱们是一家人，不能说那外道话啊！可。
可是，没什么可是啊。你得这么想，孩子们需要你，我们大家都需要你。你应该怎么办？啊，吃一块，对吗？是啊，别哭，你得把身体将养好了，咱好做手术啊。啥也不要想，啊！家里那些事啊，你不用惦记着。怎么是你？你怎么来了？我从这儿路过。你还好吗？经济上没什么压力，工作上挺顺利的，挺好的。你呢？老样子。老牛，其实上次的事我一直想跟你道歉，但是我怕你不想再见到我了，所以上次的事儿我都忘了。其实你不是路过，对吗？对。到这儿来，其实我就想看看能不能碰见你。真见着了，也不知道说什么了。老牛。哎，行了，我知道，我们俩在一起。不太可能。对了，你现在也达到你的目标了，你应该挺快乐的吧？快乐？我的信用卡每个月都在刷爆，房租还是你上次给的钱交的，车子已经两个月没有还月供了，今天银行来人了，把我的车子没收了。你说这样快乐吗？要不我帮你想想办法。不用。老牛，我欠你的不仅仅是钱，还有情。我想我这辈子都还不清了，所以求求你不要对我这么好，不值得。我知道我有多不好，我贪慕虚荣，我除了要钱，我什么都不敢要，我也要不起。真的希望你幸福，希望有个好女孩来爱你。我知道错过你会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，但是我没得选择。我欠你的不仅仅是钱，还有情。我想我这辈子都还不清了，所以求求你不要对我这么好，不值得。我知道我有多不好，我贪慕虚荣，我除了要钱，我什么都不敢要，我也要不起。我真的希望你幸福，希望有个好女孩来爱你。错过你会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，但是我没得选择。世界上最痛苦的事，不是你爱的女人她不
你开心吗？还有，你这样对朵公平吗？你根本就不爱他，你这么做无非就是想让小亚死了心。换了你，你会怎么做？跟兄弟喝酒。是吧？啊，来，爸，您感觉怎么样？好些吗？今天？其实我觉得没什么，可他们非得还让我住院昏睡一段。爸，这事儿真不能听您的，咱得听医生的。您要是觉得闷啊，我就跟邵永多过来陪陪您。你想吃什么，告诉我，我在家做好了给您送过来。两位老总，娜娜现在是我的儿媳妇了，好，下个月就准备结婚。婚礼的事儿，你们就多费心了。阿姨啊，这个您放心，这都是我们分内的事儿啊。你们多配合他工作。阿姨，一定的，一定会的，您就放心吧。好。哎，丽娜，以后我们要是在工作上有什么做的都不到位的地方，还请你多多包涵啊。瞧您说的。我们合作那么多年了，彼此是了解的。我相信你们的能力。有你这句话呀，我们这心呐就踏实多了。是是是。爸，没事你就下床多活动活动。淑敏，小亚已经把事情经过都跟我讲了。他是爱你的，这都是因为我的病。被逼得没办法，你要是生气就生我的气，千万别怪小丫。妈，我怎么可能会怪小丫呢？要怪，我只能怪我自己，怪我自己太软弱，太无能。淑敏，你们重新开始好吗？反正这件事情，你爸爸跟奶奶还不知道，你们赶紧去补办个结婚证，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好吗？妈，我对小雅所有幸福的承诺都没能兑现。我爱他，我可以把我的一切都给他，可是我什么都没有。我想让她变成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孩，但是我没能做到。对不起，淑敏。反正这件事情，你爸爸跟奶奶还不知道，你们赶紧去补办个结婚证，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，好吗？小雅，对不起，我不能再拖累你了。儿子，哎，陪你爸爸聊聊天。好。娜娜，你跟阿姨去见见医生。哎。叔叔，您坐会儿。
醒来的感觉真好啊。爸，这些年你受苦了，现在家里条件也好了，你跟妈去好好的生活，我来照顾你们。儿子，我和你妈都老了，我们也过惯了苦日子。说实话，太奢侈的生活，我们还真不习惯。只要活着，只要健康，就很满足了。只是你，你想好了吗？我怎么了？你真的爱丽娜吗？你真的愿意和丽娜结婚吗？爸，我爱的是苏小丫，我要娶她。可是，你怎么过你妈这关呀？你妈恐怕是很难接受苏小丫。我知道，所以我需要您支持我。要完了，还真有点舍不得。在这间屋子里啊，住了有20多年了。你和小婉都是在这间屋里长大的。这几天老做梦，梦见你爷爷跟我说：“老伴儿啊，你不能走啊，你走，我回来就找不着你。”不走不行啊，
人家明天就来接房子。奶奶，对不起，我应该听我爸的话，努力的工作。现在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的，都怪我的白日梦做的太久了。淑明，这不能。经不住折腾，奶奶，您放心吧，不管以后遇到什么事儿，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我都不会放弃的。这就对了。奶娘就希望啊，子孙们过得幸福。最大的心愿就是你给我生个重孙子。奶奶死了，没有遗憾了。搬到我们的房子去住吧。我哪儿都不去，这就是我的家。这个房子已经不属于我们了。那我就更不能走了。都是因为我，才变成这个样子的。我一定会想办法把这里保住的。对方是不是明天就要来收房子呀？别管了，好养你的病吧，啊！老周，
起，真的对不起。你这要说什么话呀？都是一家人，你这么说，是不是有点卖到了？你说我为这个家里也没有尽过力，还添了不少麻烦。当初要不是我逼着你们买房子，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一步。行了，谁怪你了？嗯，老太太怪你吗？都是做父母的，你这么做也是应该的，可以理解。行了，别内疚了。怎么了？啊？又是一夜没睡。妈，我这几天不断在做噩梦。我想努力的忘掉周淑明，可我怎么都忘不掉。你不是希望我开心吗？可是我现在真的很不开心。不管结果是怎么样，都让我去承受吧，毕竟没有亲身经历，再怎么样都感受不到，不是吗？妈，对不起，又让你一次失望了。刘同学。算回来了，怎么了？世界末日了吗？什么世界末日？周淑明家出事儿了。怎么了？他出什么事儿了？电话没人接。唉，这个钱少德呀，骗了我一辈子了。我再也不会原谅他了，妈，可能他有别的事情吧。你真的打算去了那边？就留在那儿吗？金凤，30多年了吧，我们一直是吵吵闹闹着过来的。我早就想过了，我们两个人活得都不幸福。当然了，现在说这个话已经晚了。不过毕竟，我们各自都还可以重新选择嘛。我专门回来一趟啊，把离婚手续办了，所有的财产，包括房子，都是你的。我答应过你的，我不会反悔的。不，老钱，我会等你回来的，不让你走。你去折腾吧，你折腾累了，你就回来，啊，我等你。你回来以后，你还是会发现，只有我，才是你永远的港湾，只有我，才会对你永远无原则性的宽容。老秦，行了行了，我知道，我有时候对你太厉害了，可是我是怕失去你，我才是这样的。在这个家，我是个人吗？啊，你说打就打，说骂就骂，我是个奴隶，我是个奴才，我不会了。你挣的钱又比我多啊，不是，我
没有自尊，但我是个男人。我的钱都给你，啊、好了，我不再跟你计较了，你要拿多少拿多少，只要你不走，好不好？我不愿意，我不让你走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行了。收房子的日期马上就要到了，如果真的被收走了，我这辈子都没办法原谅我自己。小燕啊，先别多想了，你们的事儿呢也先放一放，你赶紧的过去帮他们收拾收拾东西，要是他们亲戚数落你，你就听着吧，必定是咱们理亏。小丫，不管你以前对我什么不满，拿上这笔钱，把周淑明的房子保下来。愣着干什么呀？如果房子卖了，你会内疚一辈子的。说了，老牛都告诉我了，现在保住房子才是最重要的。朵儿，看到心爱的人不开心，心里就像被针扎一样。哎，你别说啊，这房子还挺大的。哎，小刘，你说这个阳台我想弄成封闭行不行？阳台封闭？对。啊，行，我找那个物业沟通一下，应该可以这块。行，还有这个灯，我想给换成那种水晶的，啊，特别亮、特别敞的那种。好，是吧？那好，那好，那好。小哥，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儿。这房子，我不想卖了。什么？不卖了？你开什么国际玩笑啊？你以为菜市场卖个白菜，想卖就卖，想不卖就不卖啊？是是，是我们不对，给您添麻烦了。这钱呢，我一分不差退给您，行不行？小明，你疯了？哪儿来这么多钱呢？那我找朋友借的，奶奶，你先别管。今天来收房子了，你就别掺和了，好不好？就是哥，都别说了，好吗？爸，这是咱们家里事儿，待会儿再说。现在先让我把这事儿解决了，好吗？听我说，听我一人说，好吗？大哥。这房子呢，我是铁定不卖了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，咱们可是签合同的，而且我这钱你们已经用了，是不是？啊，
啊！现在想不卖就不卖了，这世界上哪有这么回事啊？行，是，这事儿是我们做的不对，那这么着，我赔您点损失费，行不行？赔偿是吧？那我倒要听听，我损失这么大，你赔我多少钱？我给您五千。五千？你把我当叫花子呢？啊？你们是在最需要钱的时候把房子卖给我的，怎么着啊？现在有钱了，倒腾开了，说不卖就不卖了。对不起。那您说，您说赔多少合适？你看看啊，我已经请了设计师，还耽误了这么长时间，对吧？我呢也理解你们。5万块钱违禁，不算高吧？开什么玩笑？疯了？抢钱呢？谁抢钱呀？是你抢钱！好了，行行行，不许找我打官司。对不起，我们错了，我们错了，好吗？是我们不对。5万块钱我给您，明儿你把合同拿过来，房子这事儿咱们就过了，好吗？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，不能再改了，绝对不改。就这么着。这是什么事儿办的？桂英，桂英，你怎么样了呀？你这个大骗子！你说说你，你这一辈子做过一件靠谱的事儿吗？我要是靠你，我早死了。我这不是来了吗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我把钱搞到了，为了弄到这个钱，我差点把命搭上，我把煤气都打开了，我拿着打火机，我说你要不给我钱，咱们就同归于尽。行了。啊，钱带来了吗？带来了。哎，你慢点啊！哎呦，慢点！哎呦，真是谢天谢地，太好了。钱少德，你总算是做了一次靠谱的事儿。桂英，我这辈子呀，就做错过一回。你就判我无期徒刑了，别的事情我有不靠谱过吗？行了行了，你赶紧给小亚打电话，告诉他钱到了。哦，好好好，那你先躺下，先躺下，啊，我到外边去找啊。是我，哎，钱我搞到了。太晚了。什么太晚了？房子给人了。房子保住了，但是别的东西丢了。